前没有机器，他只能用手而已。那用手的话，你只能前进而已，不能怎样后退。你不能说怎样怎样这样子这样子不能哦。那我们现在都用什么？绳子。塑胶的有没有？哎，来，转往左边哦。我们要从这边走上去，要去冲一下。来，今天哦，你们哦，你们今天是来到嘉义县的哪一个地方做餐？哪位美丽的老师出来帮我们？好不好？来帮我们鉴定一下，看来哪一个是点名手快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第一道就是刚才也跟你们问的，哎，你们今天到底是来嘉义县哪一个地方餐吧？来什么？新港板桥村。你们今天是来哪边做餐吧？板头村。板头村对不对？人大壁画到底是哪两幅？知道的请举手。等一下，我们那条铁道到底是哪一条才有经过百年以上的老桥？到底是叫什么名字？你有，你知道啊？啊，你不知道你还一条？啊，你到底搭什么车去参访我们板头社区？三站人。你们那两个守护神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他说板头阿兄跟阿嫂对不对？对到底对不对？对。我不知道了。那不然我们要问哪一个问题？嘉义市，你们认为目前最大的？一间补习班是哪一间？很好啊，我觉得让小孩子认识一些以前的东西，这样。嗯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各位同学。来，跟镜头握握手吧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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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快过来。拜。